紧接着我们来欢迎我们李瑞娇为我们演唱了一首《故乡之故乡情歌》，来，大家掌声鼓励。我先给出了去嘞，哦，《故乡情歌》。现场的来宾，大家好，大家午安。请掌声鼓励瑞娇姐姐，美女，你好，哎，非常感谢，我咱瑞娇也是临时客串一下，临时客串，哎，海格拉斯哦，他非常支持那个支持，对啊，反正老老支持杰米老师啊，对对对，他今天来有跟咱捧场，晚上上课啊，所以上面的蔡依卡，又唱得那么棒，真的吗？谢谢的，故乡情歌，没有，没有去练唱了，很厉害了，上台。嗯，好，其实是老师教过了，老师教过我，老师教过啊，是啊，老师教过，我们在里面唱，老师把功夫都放给你了呢，没啦，我们几个同学，拢做过唱的，老同学拢做过唱的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